他肝胆相照斩刀拔，此争必然名满江湖，风云再起九一湖，招商合伙再踏江湖，定要再次斩宏图。男儿一生志在天地，八面威风不曾惧，身披金甲不败之力，招商合伙心凝聚。率军镇守山河，江山王位谁敢夺？大旗迎风威震群魔，名气三次照山河。开创御剑独拜王者，风云再起天战火。这一次我不再闪躲，只为了却这因果。我曾稳坐江山霸主，驰骋天下斩猛虎。照山河我有目共睹，世人称我为枭雄。我与家臣共赴天门，斩尽世间之凡尘。此人不再碌碌无闻，拔刀再起作战神。我曾挥师随我南下，驰骋天下斩罗刹。三军阵前战旗高挂，这一生我何曾怕。出兵再把敌军讨伐，随我剑指这天涯。这一生我不做豪侠，肝胆相照斩刀拔。此争必然名满江湖，风云再起九一湖。招商合伙再踏江湖，定要再次斩宏图。男儿一生志在天地，八面威风不曾惧，身披金甲不败之力，招商合伙心凝聚。一人御剑，率军镇守山河，江山王位谁敢夺？大旗迎风威震群魔，名气三次照山河。开创御剑独拜王者，风云再起天战火。这一次我不再闪躲，只为了却这因果。我曾飘落像云下指引，到成果到瞬间。
道秋蝉几何贪欢，梦之彼岸坠入泥潭，众人孤单倾心作伴，不再孤单与我作伴。
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好看的家们，我们扣一波好看好看，我们可以小星星占榜的家们，我们小星星占占榜好不好？接下来你们刚上面投的是女儿国还是孔雀公主？等一会儿会变一个，咱们西西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哟。谢谢清风哥，感谢清风哥的亲亲，谢谢清风哥的亲亲，大家做好准备哦。你们是想看西西变成女儿国国王呢，还是想看我变成孔雀公主呢？如果大家想看哪一个，我们公屏上面这个地方投票进行投票，结束之后西西会给你们变成女儿国国王或者是孔雀公主哦。谢谢我们天天的亲亲，感谢我们天天的亲亲，感谢大家。我们没有加团的家们加团哈，主播是一名四川成都的中国舞主播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家们点点关注，没有加团的家们我们加团。感谢韩玉哥的暖暖销售，谢谢韩玉哥，感谢我们家们，我们给我们榜上的大哥大姐们点点关注哈，给榜上的咱们大哥大姐们点点关注，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的直播间蓬荜生辉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每天早上都会在直播间为大家表演不同感觉的舞蹈。我们还有最后四十秒时间了啊！最后四十秒时间，到底是女儿国国王呢，还是孔雀公主呢？大家千万不要离开哈，后面很精彩，很精彩！三二一，就给你们变了啊！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女儿国国王。冲十万赞啊！大家一起加油，把赞赞冲到十万赞，把咱们的赞赞冲到十万赞，十万赞会有秒包送给大家。我们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，家们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点点关注；没有加团的家们，我们加团。还有十秒钟，左上角投投票，十秒钟，十秒钟，还有十秒钟，左上角投投票，到底是女儿国国王还是孔雀公主？大家看一下啊！还有两秒钟，好，女儿国国王，大家做好准备了吗？投女儿国国王的家们，我们扣个一；投女儿国国王的家们，我们扣个一来。咱们投女儿国国王的家人们扣一波一，做好准备吗？来扣一，扣起来！我们就是说人少了，咱就是不变了啊。来扣一，扣起来，扣一，扣起来。风出雪策马共一闯，英雄江湖总是世无常，侠骨豪情一骑扬万丈，同战一场笑问谁人狂，回首的风出雪策马共一回来了，好看不？刚刚那个好看不？刚刚那个好看不？啊？是不是你们选择的女儿国国王？差一点点就
什么呢？下一个白娘子和玉兔精，你们选择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咱们再跳一支舞蹈，我们十万赞的时候再给你们来一个不一样的角色扮演。下一个呢是玉兔精或者是白娘子，你们想看玉兔精还是白娘子？咱们发起一下投票，你们左上角投的票，然后呢我们进行下一支舞蹈，十万赞的时候就给你们角色扮演，好不好？来下一支舞蹈，咱们来一首美丽的神话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咱们十万赞的时候给你们变啊，大家投投票啊，左上角投投票，想看什么变哪个，咱们就说投一下啊。梦中人，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就算梦中人，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每一刻孤独的承受，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我知道这没有爱是永远的神话，潮起潮落始终不会，真爱的相约大家不要刷着走，主播今天刚开播，感谢
觉得还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经常来早上来玩一玩。大家如果有工作要忙的话，可以挂在直播间，好不好？咱们做个数据榜。没有点亮小星星的家们，我们小星星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小桥流水有人家，喜欢我就关一关。除去乌云不是云，没有大家真不行。风雨欲来花满楼，你们不来我犯愁。茫茫人海遇见你，我会把你放心里。感谢我们樱花的聊一下，感谢我们樱花，谢谢我们樱花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直播氛围靠大家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家的宝宝你们最好。来，我们左上角的关注走一走哈，没有点关注的今天点关注了吗？你们点关注了吗？没点关注的扣个一啊，我要把你们拿出来唠一唠一唠，问一问为啥就不点，为啥不点，是不是？为啥不点呢？嗯，是不是？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来听阿西唠的，对不对？人生处处是坎坷，笑到最后是大哥。谢谢我们威年去哪儿，感谢我们威年去哪儿。四海残垣，广进三江，威武霸气又慷慨，私产过亿豪车买，咱家大哥就是宰。谢谢我们送礼物的小哥哥小姐姐们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大家支持。来，我们左上角投票结束了吗？你们投的是哪一个呀？你们投的是哪一个呀？你们投的是哪一个？让我看一看，你们投的是哪一个呀？让我瞧一瞧，你们想看的是白娘子呢，还是想看的是玉兔精呢？做好准备了吗？大家再友情提示一下哈，友情提示一下，大家看自己的粉丝灯牌有没有点亮，没点亮的咱们把粉丝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友情提示一下，没点亮粉丝灯牌的点亮一下我们的粉丝灯牌，好不好？咱们看一下，很多朋友们家人朋友们都忘记点粉丝灯牌，每天早上都会忘记点粉丝灯牌，大家记得点一点粉丝灯牌，做一做咱们的粉丝任务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看一下啊，十万赞了是吗？十万赞了，来给大家发一个秒包，大家做好准备，悄悄的告诉我谁在呢，悄悄告诉我谁在呢，你们悄悄的啊，你们悄悄的抢，他们挂机的就听不到，然后抢的就是你们的。咱们就是说手速一定要快啊，在线的家人们手速一定要快，不然呢他们就是说就被别人抢了啊。悄悄的啊，咱们悄悄的。来，抢到了吗？抢到了吗？抢到了吗？没抢到，没抢到那怎么办呢？那等会儿再抢呗，等到二十万再抢呗。咱们二十万还有呢，二十万还有呢。我去，啥速度？咱就是说，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就是你们不认真看的话就没有了，你们不认真看就没有了。来，做好准备了啊，咱们准备白娘子了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的家人们扣个六，我们要变成白娘子的造型了。大家做好准备了没？做好准备的，我们小六扣起来，我们公屏活跃一下啊！你不评我不赞，西西的直播给谁看？你不点我不点，西西的点赞谁来点？是不是？来，让我瞧一瞧你们的赞赞，你们的小小六六。好，做好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修得共枕眠，若是千年年年留葬安魂，白首同心在眼前，若是千年年年留葬安魂，白首同心在眼前，啦啦啦啦啦
好神奇啊。谈了没啊？嗯，是不是好神奇啊？讲了是不是好神奇啊？啊来粉丝们点亮一下啊，咱们好多朋友们，后面的朋友们我要检查一下了啊，我检查一下谁没有点亮粉丝牌呢，我看一看，我要开始点名了啊，我开始点名了。空白格九级粉丝牌的空白格啊，不对，九级财富等级空白格加个粉丝牌呗。我们后面的朋友们点赞起码都可以十票哦，如果你们只上了一票，说明你们点赞都不愿意给西西点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就点赞都不愿意给西西点。我们的开哥2018657哥，咱们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呀。天价前七哥9级粉丝灯牌，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呀。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下看一下啊，我看还有谁啊，咱们的沙漠小小明哥，我们的我要飞到天上去，咱们点点赞呗，点赞都不止一票哟，点赞都不止一票哟。我们的意境剑哥啊，快乐的华仔，谢哥，用户120大圣号，海域兄弟，强强，哎，强强你还躲到后面呢，强强，强强你还躲后面呢。第四季冰川就玩玩，我们的袁散，我们的魂狼魂包子，瑶瑶一生，咱们点点赞呗，点赞都不止一个哟，点赞都不止一斗币哟，我们点点赞都可以上个5、6、7、8、9斗币哟。我们的流水林幺幺，我们的燕子，随遇而安，像梦一样自由，木秋，黄世文，2021，好，洪浩文 ，Leo， 木木，微醺，为你，大川 ，YSY。你看我们后面好多11级、10级的，咱为啥你们都不帮西西点赞呢？恭喜小河马续费会员！恭喜小河马！恭喜我们小河马续费会员！恭喜我们小河马续费！恭喜我们小河马！祝我们小河马即使即使风风景是风真的是，祝福大家啊！你看这一开始点名，咱们人就少了，你就是他们就平时喜欢躲在后面，所以我每天都要点名啊，每天我都进行点名一次。然后 YSY 毛淘淘不可以，我们的侯若若侯川哥，我们的月照花影，我们的肖，我们的鼠哥，我们的地义，我们的。齐，我们的心愿，我们的甘谷井，咱们这么多家人朋友们，我们点点赞好吗？如果说你们是在空前的话，我们点点赞好吗？我们就是说点赞不要钱的都可以占5、6个榜，咱们就是说帮忙点点赞好不好？免费的呢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冬天不知道爱你爱谁，天遥地远，我们的一杯酒和小白，我们的小号低调的奶爸，天上的云墨画，三月里的小雨，魔术奇奇，我们的江湖，我们的 LIM， 我每天我知道了，我每天点一次名，我就能把咱们直播间很多不跟我说话的家们，我就能记下来，我就能记下来，啊，我就能知道谁每天都来看我，谁每天都不给我点赞，啊，我们的擦肩，我们的浮生圆梦，我们的铁观音，我们的万事俱备，我们的爱洗澡的小什么来着呢？小鱿鱼。家国天下兵哥，安吉白茶，安吉白茶，我感觉我喊了好多遍安吉白茶了，好像打榜的时候我也喊过安吉白茶，然后干嘛的时候我也喊过他，他都不理我。安吉白茶，你能给我说说话吗？你能给我说说话吗？这10级粉丝灯牌了啊！我们的触手可及，我们的处处无家，我们的南昌多星，我们的天地，我们的 CC 姐。是吧？我们的靠自愿何必呢？但是就这点赞的东西，你说就为就是说就不能帮西西点一点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如果你们喜欢我，你们就会为西西点点赞，对不对？点赞这个东西，你说送东西哈，送我们送音浪这个东西靠自愿，但点赞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就是说不需要大家费钱的东西。我觉得只要是在直播间能来看我的，我觉得你们是支持我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你们是能够就是说花时间能够帮西西点点赞的，那何必为什么不点呢？对不对？因为这个点赞这个东西，我们的点赞永远都是在那个地方，只有掉粉，掉粉就掉粉呗，是吧？
掉粉无所谓。如果说我免费的赞你都不愿意点，然后呢，因此，然后呢，你还就是说，就是掉粉了，那无所谓，就说明这个主就是粉丝是真的不喜欢我，他才会这个样子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无所谓，就是喜欢我的永远会留下我，不喜欢我的怎么都留不下，对不对？咱们就是说，咱们免费的赞，你看我们永远都在原地踏步，永远都在原地踏步，永远都不进步，永远的赞只有那么少一点，永远都是那一小部分人在点赞，大部分人他不点赞，那么我们的赞又永远上不去，那永远上不去，那永远就进步不了，那永远进步不了，那你们说我们为什么？就是说同样是工作，就是你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就你们希望你们涨工资吗？你们需要你们想要就是涨那个职位吗？你们也想进步，对不对？那西西也是一样的，这一份工作是西西的工作，那么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在点赞上面，这个不费钱的上面能够帮西西搂一把，能够让我进步一下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为何不可呢？对不对？为何不可呢？是不是？咱们平时点就是支持的方式有不同，我们可以不用音浪支持，但是我们一定就是说免费的点赞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支持一下，只要你们空闲的话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直播间，因为点赞它这个点赞也跟推流有关系的，大家如果说不想西西好，就觉得西西就这么点流量就行了，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，那我们就不点赞。但我希望你们都是跟我一样，咱们希望越来越好，是吧？我希望我们就是在2023年能够进步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，一个人没有上进的心，那么犹如一条咸鱼一般，是不是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就是我也觉得，就是可能我给大家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大家就是习惯性的来直播间，就是什么都不干，对不对？本来西西就是这份是一份工作，它不是做公益，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。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支持，如果没有条件咱们就用免费的赞支持一下，是不是？你们说是不是？谢谢大家辛苦了啊，那我们继续把赞点一点啊，我们把赞点一点，把赞戳一戳，我们下一支舞蹈给大家跳一个，跳一个什么呢？我看一下啊，给你们跳一个芒种，跳一个芒种。我希望大家我真的希望后面的朋友们能帮忙西西点赞，因为后面的好多十级十一级以上的朋友们，我想着吧，你们都十级了，那应该是挺支持西西的，就是我就觉得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但是他们就是都没有点赞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好，我们都点一点好不好，我们都点一点赞好不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跳一首《芒种》送给大家。
大家就特别的那个就送花的感觉啊，就是那种能得到大家肯定的感觉啊。来，我们把再往上面再走一走啊，我们等一会儿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，我看一下，潘金莲跟玉兔精再投个票吧，好不好？潘金莲跟玉兔精咱们再投个票。谢谢我们强强的青青，感谢我们强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我们发起一个投票，大家等一会儿，大家等一会儿，那个叫什么来着呢？大家等一会儿，在多少赞哈？我想一下多少赞啊？十几万赞的时候呢？潘金莲，对呀、啊，还有潘金莲的造型，我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欢迎粉哥，欢迎粉哥，欢迎小龙虾哥，欢迎。潘金莲大郎起来喝药了，专门给你们搞个那种大郎喝药的那种感觉是吧？小潘，谢，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啊！谢谢我们樱花，感谢我们樱花小姐姐，春风吹，战鼓擂，感谢我的小姐姐来相陪，祝我们樱花功成名就，有作为。冲20万加吗？我们点赞冲20万啊！欢迎新来的朋友，咱们西西是一名四川成都的中国舞主播。大家如果咱们有铁粉，愿意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个921的，可以加个921啊。咱们家的那个编号是921，就愿意在那个我们的名字后面加个921的，咱们可以加921哈。来，加油，点点赞，投票啦！左上角潘金莲还是玉兔精，等着大家点投票。咱们潘金莲投小抖音，玉兔精投小星星，小星星和玉不对，潘金莲和玉兔精大战，到底谁会获得胜利呢？大家敬请期待。
到底潘金莲跟那个潘金莲跟那个玉兔精打架谁会更胜一筹呢？谁会更胜一筹呢？我们敬请期待。这个投票完算之后，咱们就开始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为啥你能把我刷？直播主播千千万，也许嘻嘻最好看。你说好看不算数，粉丝说了才对路。开个玩笑笑一笑，直播间你才热闹。这个还没有到最后呢，还没到最后呢啊！都投票完了，这么快？你这发起是几分钟啊？2分钟，潘金莲获胜了。哎，你们还真的想看潘金莲啊？你们真的想看潘金莲啊？啊，真的是难得就是说投那个抖音的那个能获胜哈。来，做好准备了吗？潘金莲要出现了，但是潘金莲说他的这个赞太少了。潘金莲说他希望你们的那个赞，他不愿意出来。潘金莲说他希望你们能够给他点到就是至少18万赞吧。你们能点到吗？能给潘金莲点到18万赞吗？潘金莲说他还是有一点，就是他毕竟，潘金莲说他一毕竟就这么大的名声，你说这么早的赞吧，他说有点不欢迎他的感觉，啊，有点不欢迎他的感觉。你们想让潘金莲给你们喂药吗？想要吗？想要的话，咱们点赞哦。想要潘金莲给你们喂药药的话，我们点赞喽。来，西西跟你们一起点，好不好？我们放个歌。我们点到18万，就有请潘金莲闪亮登场。来，我们大郎太多喝不够，那我们就多喂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多喂一点。我们点到18万，潘金莲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点到18万，潘金莲出来，潘金莲给你们喂点药药。早上起来没喝水的，咱们就是喝点水，喝点药药。来，一起加油，点点赞，感谢心安的加团，谢谢心安的加团，把我的药给宝妮。好，我们给威廉去哪儿？我们给威廉去哪儿？威廉去哪儿？真的好神秘啊，感觉他是个神秘的人。来，我们一起加油啊！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们，我们点到18万，有请潘金莲闪亮登场。潘金莲会给大家喂药药，大家想看这个神秘的潘金莲吗？想看的话，我们就点点赞。潘金莲等会儿就出现了，谢谢我们小熊熊，哇，感谢小熊熊，谢谢小熊熊。小熊熊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？小熊熊你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？谢谢小熊熊，熊熊熊熊不简单，才华横溢，风度翩翩，欢迎来到我身边。欢迎R哥，欢迎宝宝吃不饱，来点点赞，戳戳屏幕，金手银手黄金手，你们戳的屏幕的都是好手。来，离18万赞我们还差最后的1.5了啊，差最后的1.5，我相信大家是可以的。咱们每人3000免费的，这现在是9点钟，它又会有新的了啊，又会新的了。烧壶水泡杯茶，咱们一会儿就把红包发。咱们微面八风人人爱，你就是我的菜。进来你要点点赞，明儿跟你中500万。我们点到18万赞，我们有请我的双胞胎姐妹给大家表演一个潘金莲，一个不一样的造型哦，家人们，一个不一样的造型哦，应该很少的朋友看过那个造型，应该是没有看过的啊，因为那个造型基本上都是没有看过的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没看过那个造型，所以说你们要更加积极，更加快速，更加加油。老婆早上好，天下第一帅哥，你老婆叫的好欢呢，那又不给老婆亲一个，又不支持老婆，这个老婆怎么这么便宜呢啊？这个老婆是你路上捡的吧？这个老婆，这个老婆是不是你路上去捡的？来，左上角的红包还有5分钟就开启了，大家在等待的同时呢，我们就点点赞，冲向18万赞。我们现在是17万赞，最后1万赞，欢迎我们触手可及哥，欢迎可及哥，早上好。
噔噔噔噔噔。来换首歌，继续点赞，冲到180,000，冲到180,000，带你上飞船，冲到180,000，祝你财富发发发。欢迎可奈德，欢迎欢迎但愿初相遇，欢迎凌晨哥，欢迎玉儿，欢迎家人们啊，欢迎咱们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欢迎大家。来，我们点到180,000，会有一个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。我们还有最后的9000赞，还有最后的9000赞哈。谢谢我们天地哥的分享，天地哥分享给谁呢？这在大早上的分享给谁呢？欢迎大西姐，哇，大西姐好久不见了，是咱们之前的大西姐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再友情提示一下，大家的粉丝灯牌没点亮的，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啊！再友情提示一下，没有点亮粉丝灯牌的家们，点亮一下我们的粉丝灯牌啊！友情提示，友情提示，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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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友情提示，友情提示，粉丝灯牌点亮的咱们点亮点亮粉丝灯牌。来加油，小熊熊都4级粉丝灯牌了，小熊熊是谁呀？小熊熊哥，你是之前就加了我们的粉丝灯牌吗？小熊熊哥，我怎么对小熊熊哥不怎么眼熟呢？小熊哥，你什么时候4级粉丝灯牌的呀？哼，欢迎清泉，欢迎叫我老牛。当当，你们点的有点慢了，那咱们再先出去玩一把吧，好不好？你们点太慢了，我们就不等了，我们要出去娱乐一下了。我们都已经在家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了，啊，我们在家里面待了一个小时，我们该出去娱乐一下了。你们点的太慢了，我本想等着你们，给你们看看那个看那个什么来着，看潘金莲的。你们点太慢了，那咱们就等一会儿给你们看呗，好不？咱们就等一会儿给你们看哈，咱们就是说出去玩一把。欢迎 Gary 哥，欢迎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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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，是吗？在家里面耍了一个小时了，我们该出去耍一耍了，是吧？是该出去溜一溜了，是吧？带你们出去长长见识了，是吧？在家里面老看我都看烦了都，是吧？确实，我看我自己有点烦了。让我们一起摸头杀，摸头杀，这会儿朋友比较少，那咱们就随机出去玩啊，家们随机走。不烦，我烦我烦，看我自己吧。你好主播，请问你能打 PK 不？我出来不是打 PK 的，难道我是出来唠嗑的吗？哈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家哥哥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，充好资，放假了，年终奖发了，现在叫我出来打场 PK。 哦，他们是发年终奖了，我们家大哥们是几个亿项目都下来了。冥币吧，哎呦我的妈，几个亿项目，那是当然。这样子，主播，对我们家来讲啊，就是上票最重要，输赢不重要，所以结果最后没有喘上下气，行不行？好大个惩罚呀，真的是。那是，你都是平时玩这么大的惩罚吗？废话，我们家不大，我们不打的。那这个样子，咱们来，就是我觉得你的惩罚有点太大了。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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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上，别。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，直接把我血都打没了，我的妈呀！待会这个又跑了怎么办？真的是好不容易连上一个瞎啊，不好，好像连个傻，连个一个能打的。哎呦这样子，由于你们家太吓人了，直接把我血都养没了。咱们来个轻一点的惩罚，输了的话，咱们就是说在脚底板写上榜一大哥的名字，然后摩擦。我穿这玩意呢。那这个样子，输了的话，在椅子面前转10圈，转完之后闭着眼，就是你蒙着眼睛，然后一下子屁股坐下去。不管你坐没坐到那个椅子，你就一屁股坐下去。转圈不同方向转行不行？我转同一个方向我会吐的。可以，但是你必须把你眼睛给蒙起来，就是必须拿东西蒙起来。
可以。好，就这一句，咱们再重来。闭麦。好，闭麦。来，家人们，一起加油！咱们的 number one, number one, today, number one, go go go, today, number one, go go go。点赞的朋友们啊，记得180,000啊，180,000还剩3000，等会儿这差不多这一局 PK 大家能玩完了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变潘金莲了啊。差不多这一局 PK 完了就变潘金莲了。来，所有家们，一人一个比心可不可以？一人一个比心，来，我们完成一下我们的灯牌任务。咱们在直播间家们，一人一个比心，我们来十位家人们众筹一下，一人一个比心，我们来众筹一下，行不行？谢谢我们哈拉的青青，感谢我们哈拉的青青。谢谢我们天天的比心，好，再来再来，我们再来比心，我们来众筹10个比心，谢谢冯叔的比心，再来，咱们再来比心，再来比心。来，我们谢谢我们张涛的比心，感谢我们张涛的比心，继续，我们继续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我们还差六位比心，还差六个比心，家们，我们还差六个比心。还差六个比心，咱们把它水条给它压过去，我们直接众筹十个榜，我们直接众筹十个榜。来，我们还差六个比心，我们还差六个比心，谢谢我们可吉哥的保时捷，感谢我们可吉哥。感谢我们科技哥，谢谢我们科技哥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继续众筹。现在目前我们还差五个比心，我们差五个比心。还有哪位大哥大姐可以帮西西占一个榜的比心榜的？咱们占占比心榜好不好？占一个比心榜，我们打众筹，我们打众筹，我们打的就是众筹，打的是凝聚力。咱们还没有做，咱们谢谢我们熊熊，感谢我们小熊熊，熊熊熊熊，你真帅，烟花一放。美女爱，谢谢我们熊熊，感谢我们 Gary 哥的比心，谢谢我们 Gary 哥的比心。来，我们现在目前是还差几个榜？还差最后四个榜，差最后四个比心。咱们差最后四个比心，我们就是拿那个凝聚力，拿咱们的榜十，拿咱们家的团结力来打这场 PK， 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欢迎睡睡哥，欢迎睡睡哥。来，继续加油，我们还差最后四个榜，家人们，我们还差最后四个榜，我们还差最后四个榜，得加油了，得加油了。还有谁在吗？我们的宝呢？还有谁再来帮我看一下？还有谁躲在后面呢？我们的老 baby 吗？老宝贝们？还差四个，咱们还差四个，咱们还差四个，咱们还差四个，家人们，我们还差四个，还差四个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欢迎陪你一起，欢迎阿牛。来，我们没有票的家人们点赞啊！没有票家人们，我们往200,000赞冲，200,000赞会有秒包，200,000赞会有秒包，咱们往200,000赞冲，咱们各司其职，点赞组的点赞，咱们上票组的咱们一起帮帮忙，咱们气氛组的一起活跃。好不好？欢迎我们东哥，感谢我们东哥的比心，谢谢我们东哥的比心，东哥东哥你最帅。我看一下哈，我们来给东哥来个什么呢？你做的是，我看哈，东哥东哥就是拽，七个公司八个厂，80个老婆在香港。谢谢我们多多的亲亲，感谢我们多多的亲亲。最后30秒，我们要守住了，咱们总榜总榜总榜，这是总榜，这是总榜，咱们守一守，咱们可以帮西西守一波总榜吗？可以帮西西守个总票吗？可以帮西西守个总票吗？谢谢我们天天，感谢我们天天。
可以帮谢守个总票吗？我们对面的小姐姐还是有可能会偷的，有可能会偷的。感谢法哥，谢谢莫法哥的烟花，谢谢法哥，感谢东哥，谢东哥。开门红，家人们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在2023年1月12号这一天，我们迎来了，我们迎来了开门红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粉哥，谢谢我们可吉哥，谢谢我们熊熊，谢谢我们东哥，谢谢我们天天，谢谢我们长浪，谢谢我们 Gary 哥，谢谢我们冯叔，谢谢我们哈娜，谢谢我们多多。好 ，Hello。绑起来，我看看。对你拿个那个什么袜子，黑袜子啊，或者什么，一定不能透光啊，一定不能透光。然后你把你的椅子摆在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说哈，你把你的椅子就摆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你就在椅子面前面你就转，你就不能看，转转转。我让你坐，你就马上坐下去。我要不同方向转的，我刚才跟你说过了。你就不同方向转嘛，反正就是我让你坐，我让你坐的时候你就立马坐，你不能有犹豫啊。十圈二，你那个不透光吧？那好，可以哈。椅子往后面，哦，好，开始。他转的，他怎么转的这么搞笑呢？十圈到了，坐。你这个怎么就是说，我总感觉你能看到呢？看不到的，这绑这么紧，他怎么看得到？我的眼睛都有点模糊了。一般的人他都会坐到地上的，你怎么就坐到椅子上了？没达到效果啊！好了，小姐姐，那我们走了。再打回去。还想报仇？太想报仇！你敢不敢接？你敢不敢接？你说你报什么仇？你说。哇，我那个眼睛都迷糊了，我刚才那个眼睛都迷糊了。你有啥才艺不？我全身都是才艺，坐在这里就是才艺。没有你，没有你说不，只有你说不出来的，没有我不会的。好，那你输的情况下，我训你30秒，就30秒就可以了。我有30秒，你这一次要是输了的话，那我看一下，你能离开你的这个直播间吗？可以去厕所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，妈，我们家条件有限，我们家没有家里没厕所，厕所公共的。那这个样子，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在地上不能用手，用屁股围着椅子绕着走，然后说，你咋这说出来都是这么变态的，一个女孩子都说不出女孩子话的呢？然后你说，我是猪，我是猪，不能用手，只能用屁股站着走。我穿这个裙子，它里面穿着个裤子，穿着个那个打底的，待会都不方便。我跟你说，你穿的那个是厚袜子，它不会的。你只要不穿着丝袜，真的是好变态。你穿一个裤子嘛？你没有裤子吗？你在家里面换一个呗，换一个呗。你敢不敢接嘛？你报，你既然都报仇了，你还不敢接了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啊，那是你得说一下是人做的事情啊，这是人做的事情啊，这是人做的事情啊，不是，那不是人做的事情啊，你好歹整点娱乐一点的人做的事情，你刚才把我眼睛搞得迷糊的，我现在那个眼睛都看东西好像不是很清楚，啥都不玩，你还报仇，那这个样子，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给我来一个学个攻击下蛋。我给你放首歌，就是我照着我怎么跳，你怎么跳？我给你跳个星星舞吧。星星舞啊，星星舞要跳到位哦。你放心吧，我给你跳个星星舞。这样子都，我想看你跳攻击舞。攻击舞就报仇，不攻击舞我就走了。我不会呀，问题是。我教你。可以。
啊，打什么啊？你打什么、啊？还是打总票啊？总票，一样的，打总票。闭麦，闭麦。算了吧。不行。咱就是说，我必须让他看，给我看他跳动静舞。原本我以为他是一个耍得比较开的主播，没想到还是说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身法有点狠。拽什么拽？谁怕谁？互怕互。他家粉丝在坑他。拽什么拽？谁怕谁？从来没怕过谁。哼，家里什么穷，家里什么穷苦怎么样？来，我们闪票一起走，让他知道，报仇也报不了，让他知道报仇也报不了。我们家不是那么好惹的，我们家不是随便什么都能报的，我们家可以连打他三回、一百回、十百回、五百回、一千回。让他看出我们家的实力，家人们。再大的事儿，到了明天就是小事儿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家大哥什么什么，他们家大哥什么发什么年终奖了，我们家大哥全是几个亿的项目都下来了，还怕他？是不是、啊？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，欢迎追风哥，欢迎啊！来，我们点赞组长，点点赞，我们的闪票加盟，我们来众筹小，咱们众筹亲亲好不好？我们众筹亲亲好不好？有暖暖小手的，我们可以众筹上，众筹一下暖暖小手，我们可以众筹一下暖暖小手。谢谢我妈妈的亲亲，感谢我妈妈，谢谢我妈妈。来，已经有第一位帅哥，咱们闪亮登场。我们有第二位帅哥闪亮登场吗？来，让我看一看。咱们闪票不要停啊，我们要让直播就在，咱们在直播间的，咱们闪票一定要一直在的，我们要闪票一定要开开路。我们闪票一定要一起开开路，谢谢我们多多的比心兔兔，谢谢我们多多小姐姐，谢谢我小姐姐，感谢我小姐姐，小姐姐春风雷战鼓雷，谢谢我的小姐姐来相陪，谢谢我们天晴，感谢我们天晴，谢谢我们天天吃我，请我吃黄桃罐头，咱们再来这黄桃罐头好不好？大家一人请我吃个黄桃罐头，好不好？一人请我吃个黄桃罐头。欢迎月神的小猫，月神小猫哥的粉丝们掉了，咱们还有最后一分四十秒，还有一分四十秒。一分四十秒，最后的一分三十秒。欢迎浅意哥，欢迎浅意哥，谢我天天的暖暖小手，谢谢我天天。哼，天天天天不简单，才华横溢，风度翩翩。来，最后的一分十一秒钟，最后的一分十一秒，最后的一分十一秒，最后的一分钟时间，最后一分钟时间。咱们一起众筹，家人们一起闪票走一走，咱们要打出气势来，我们要一起看节目，我们一起看节目。谢谢我们用户幺二零哥的爱你哦，感谢用户幺二零哥，谢谢用户幺二零哥，愿大哥永远开心快乐，永远爱你哦。谢谢我妈妈，感谢我妈妈。哎，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去抽的盲盒？你从来没在我这里抽盲盒哎。最后二十秒时间，我们一起闪，我们一起抽抽塔好不好？最后二十秒时间，我们一起抽抽塔。最后二十秒时间，我们一起守一波塔。别掉了，家人们，别掉了，别掉了。
我们守住，我们守住，我们守住。谢我们长老的亲亲，感谢我们长老的亲亲。帅哥，你咋上宇宙之星啊？谢谢凡哥的宇宙之星，感谢我凡哥的宇宙之星，感谢我凡哥，祝凡哥走向成功，一脚踏入大巅峰，你的名字刻在我心中。我在医院把我给吓的，我说咋宇宙之星都来了呢？我说难道我那无敌是多么的寂寞？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？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？独自在顶峰中。谢谢我粉哥，感谢我粉哥，谢谢我冯叔，谢谢我天天，谢谢我多多，谢谢我鸭二哥，谢谢我毛毛，谢谢我们哈娜，谢谢我们长老，谢谢我们天晴，谢谢我们樱花，毫不费力气，家人们，娱乐一把，至于吧，真的是，那必须至于吗？那必须注意，得给的情绪价值，你不懂。来展示，来呀，你开始呀。我们死人面前你。看好了啊，看好了啊，我给你就是这首歌叫做《小鸡小鸡》。哦，我有，你要不要？来，小鸡小哎，小鸡小鸡。来，你看好动作啊。嗯。第一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啊。第二个动作啊，这第二个动作我要跑跑过去，哎对，第三个动作，第三个动作，哎对，一共三个动作啊，来来重新开始，我给你放歌，你就开始三个动作，一二三一起跳，三二，我这边跑过了很远的，我先跟你说一下，来三二一开始，飞起来，然后最后一个是啥来的，来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这就是我们的实力，几个亿的项目下来了，没得办法。下次还想找我报仇的话，继续来找我报仇，我给你点个关注，随时等你啊，随时等你。我不记仇，我当场毙掉，只是没掉得过而已。啊！多回去练一练体力，下一次咱们再来点体力的啊！我要回家喘，再见。谢谢大家，没想到一样。马哥早上好，哼，拿两千票就来报仇，想的有点多了。
谢谢大哥们让我们这么拽啊，让我这么拽啊，让我这么拽。来给大家看一个，来20万赞了啊，20万赞了，再给大家看一个潘金莲。大家哎，粉哥人呢？他送完就走了。哎，粉哥现在也养成习惯，送完就隐身了。来，大家做好准备了吗？潘金莲做好准备的扣个一，做好准备潘金莲的扣个一，快！不能放放水吗？那不能，主要是我们家大哥几个亿的项目，我们只要在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大哥都几个亿项目都下来了，他们就是那个钱啊要溢出来了，就是吧，就是就没得办法，他们就刚刚动了一下小芝麻，就把他们打完了。来，做好准备啊，3、2、1。可是你们很多人都没有看过，因为那个造型只做过一次，就是那个造型只做过一次，应该基本上很多人都没看过。现在就差玉兔精了啊！来，我给大家发一个秒包，20万的秒包，我们30万看玉兔精吧，好不好？30万赞看玉兔精吧，行不？来，秒包准备了啊，给你们来一个秒包，给你们来个秒包巧克力人，今天巧克力看不到人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把红包领取一下，这是20万赞的秒包，我们30万赞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玉兔精哈，最后还有一个玉兔精了，还要做一个玉兔精了。猫猫喊巧克力了，你咋知道猫猫喊巧克力了？巧克力昨天说了，他今天开会啊，昨天说了吗？哦，这个样子哦。巧克力听讲座去了，讲座什么讲座啊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为啥你们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呢？猫猫手速可以哦，两个号都抢到了。猫猫现在今天有空了呗？咱们多点点赞。我也记得他说这两天比较忙，就是过年的那，就是过年的前段时间都比较忙，是吧？我也记得 VIP 群说的哦，那我这几天没有看群，没有看群。我等会儿走，你等会儿去哪儿啊？因为我们是百事通，你下班以后就耍朋友，当然不找耍屁的朋友了。你自己不进群看消息，大家又在群里头请假，是吗？居然他们不当着我的面请假，在群里面请假，群里面我什么时候，我又不会经常看群消息。这两天还有点活要弄，你还过，你不是放假了吗？你要弄什么活啊？怀疑你在开车。我妈问我为什么地是湿的，拖了地。你说啥呢？好啦，我们会告诉你，不担心。那要是我知道了，那就得罚款了。我说的，咱们这里请假。哎，仔仔呢？仔仔今天怎么也没来呢？仔仔今天也请假吗？我说了，请假一天一个华华。
你们以后记得啊，谁在群里面请假，你们就告诉他请假一天一个华华，然后第二天请大家交一下罚款。回家也停不了，为啥回家会停不了呢？电脑带回家弄，你带回家弄，你也可以放在旁边。我喊你的时候，你就看一眼；我不喊你的时候，你就不用看。还要工作，真羡慕。难道你不工作吗，哈娜？难道你不工作吗？欢迎小掌柜。记得啊，你们记得再给大家说一下，你们就是说群里面有人请假的话，你们就借给他们说，就是请假一天是个华华，你们看他们还请不请假。这下刀子也得报道啊，那是呀，那就是那个，就是说就刀子比到这儿了，你都得来呀。就比如说哈，比如说你们被谁那个啥就是控制了，你说等一下我要先去报个到，不然我就没钱了。你就比如说咱直播间的美女们我们的小姐姐们，以后啊，比如说以后要是生孩子了，你说生孩子之前你说等一下我先去直播间报个到我再生。欢迎五四二六九。你要等一下，我先挂个机，他陪着我呀。你说这个主播他要帮我喊加油，他帮我喊加油，放在那旁边听着，就是更容易生出来。一边生一边看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就是哈，我在旁边你喊我加油，一二三，呼吸吐气，呼吸吐气，然后你们就一下子就顺畅了。生娃娃痛吗？欢迎抖音请哥哥。生孩子痛吗？我不知道，没生过。你要问那种生过的，我不知道。就是我有朋友嘛，我有朋友他都是生了两胎了，但是他说老痛了。那个画面我居然不敢想象。我在想哈，我朋友他们很早生孩子，以后孩子大了之后啊，就是那个年龄就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了。哦，不对，不是一模一样的，那个年龄就可以做姐妹了，或者做那个做那个就是那种比如说是儿子的话就可以做什么来着，做姐弟，或是女儿的话可以做姐妹。欢迎今天明天哥，男的生。欢迎彪哥，认真的吗？真的呀，现在好多人都生的老早了，你们没发现吗？现在好多那种00后都生小孩了，00后都生小孩了，都有早婚，现在好多都早婚的，你们没发现吗？特别是00后那个时代，像以后老弟肯定都会早的。谢谢我们关关的保时捷，感谢我关关。关关你为啥空刷呢？关关你为啥空刷呢？我们不打个榜不好吗？我们出去打个榜10不好吗？你为啥要空刷呢？你下次刷礼物你给我说，你说阿西我想刷礼物，你就给我说，我带你出去打榜。想睡觉了，别睡觉，老弟你可以生孩子，你别睡觉，我带你出去打个榜，可以不？我给你清醒一下，关关，帮我占个榜，关关，我把这个保时捷退你，你把那个保时捷等会儿给我占一个，咱们打个小榜10，好不好？可以不？欢迎强强。
我都来两趟了，那你不告诉我啊？你来两趟我咋知道你想打 PK 呢？是不是啊？我咋知道你想打 PK 呢？来，我们去找一个，打个榜十，打个小榜十，哈，这样嘛，好不好？欢迎听风吟，欢迎风吟。我不喜欢，你喜欢 ？Hello， 女老板。哎，阿西阿西，你可以打榜十吗？啊？小榜十，小榜十，真的是小榜十，就是小榜十。小榜十多小啊？就老小的那一种了。老小那一种，嗯，榜十一个礼花筒能赢不？能赢。来不？那行。行。那可以小试一下。行。你打的大的情况下，可能打不了这一会儿啊，没啥大哥。我也没啥，我也没啥，就是我就是想来，就是在咱们就是说大家参与一下，打个小榜十，我们都是小榜十，我们就亲亲。嗯，可以来吧。咱们谁去玩个啥呢？希望你不要骗我啊！你是啥主？嗯、你是才艺吗？你是我全能。我一般出来打都是娱乐局。啊，还有七四八五。那我们玩啥？那你说。嗯，我可以。我要是输的话，我给你来一个不一样的才艺，就是那种活儿，搞活儿。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有那种特别炸的那种活吗？嗯，特别炸的那种活儿，嗯，什么算我也不知道，那我想想吧，行吗？或者是你就是说，要是说你没有特别炸的活，你就给过来给我们发红包，你看你选一个。我输了，我给你活儿，我给你喊个玲珑塔吧，行吗？哇，玲珑塔可以，炸吧。那这样子，玲珑塔也不能让你漂亮的喊，你带一个那种爆炸头喊玲珑塔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好吧。嗯、问他电钻钻牙玩，你快滚一边了！啊、那我连你十分钟的好不好？OK OK OK， 好、挂了重连、嗯。哎，好，欢迎夜雨哥啊！来家嘛，真的是小榜十，就重在参与的那种榜十家嘛。你们知道现在西西打不了什么大榜十，咱们就小榜十，小榜十，我希望大家一起参与一下，我们就比星好不好？我们就比星行不？咱们就比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嗯，好。那我们就闭麦了啊！好，闭麦了，嗯，好好好，来家嘛，比心肩膀，比心肩膀。亲我吗？欢迎我们小八，欢迎我们小八，谢谢我们强强。强强，你这么想亲我吗？来，我们肩膀绑十，绑十，绑十，肩膀绑十，肩膀绑十，肩膀。来，我们现在差七位，我们现在差七位，绑十我们差七位，绑十我们差七位。我们继续点赞啊！点赞组点赞不要停，点赞组点赞组点赞不要停，点赞组点赞不要停。我们的气氛组气氛不要停，我们的上票组咱们上，咱们一起帮帮忙。你都啥？我都打了一局了。对呀、啊，我都打了一局了，你都没有看到，打了一局了。欢迎幺幺幺哥，欢迎小八八，帮我占一个榜十吧，小八八，可以吗？大家都出来帮帮忙好不好？别躲着呢，我们出来嘛，快嘛，看一看
瞧一瞧，这里有个穷光蛋，哥哥姐姐救救我，现在需要你灭火，哥哥姐姐上上票，让我为你来高报，哥哥姐姐上道光，千万别让我心慌，哥哥姐姐最厉害，礼物刷得最澎湃，哥哥姐姐一起上，你是我的最难忘，哥哥姐姐铁铁们，谢谢我们多多，感谢我们强强，谢谢我们猫猫，谢谢我们鸭。来，我们差最后三个榜，咱们差最后三个榜，我们差最后三个榜。来，我们最后三个榜，我们被最后三个榜，最后差三个榜，家人们，最后差三个榜。小榜石，大家不要有压力啊！我们专门去打小榜石。谢谢我粉儿，呸，来哥，感谢我来哥的万象烟花，烟花一发，发发发。感谢我们来哥，谢谢我们来哥。最后三个榜了，我们还最后三个榜了，我们还最后三个榜了。咱们家还有最后三个榜，家人们，我们还有最后三个榜，还有最后三个榜，还有家人们在吗？我们打个榜石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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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榜石。还差三个，我们还差三个，我们还差三个。谢我们好色哥，感谢我们好色哥。姐们一起帮忙站站榜好不好？谢谢猫色哥，感谢猫色，谢我们关关，感谢我们关关。小八在吗？我们小八在吗？小八在吗？小八能出来帮帮忙吗？小八，哼，紧急集合！我们的那个欣赏文玩哥可以帮忙占一个小榜石吗？小榜石，家人们，这一局是个小榜石。就差一个比星，差一个比星。欢迎我只为你而来，欢迎小韵，谢谢我们小八，就是嘛，小八，帮帮忙嘛，谢谢我们小八的小手，感谢我们小八的小手手。好，我看一下哈。他们家现在占了一二三四五，他们家占了五个榜，199占榜，他们家是199占榜。我们家现在目前是，我看一下哈，目前是最后两个榜。我们120哥可以补吗？120哥可以补吗？120可以补吗？我们的那个最后两位朋友，我们可以补吗？如果不能补，提前给我说哟。可能这个你们俩就是最后两位朋友们还需要补，还需要补票，需要补票，需要补票。欢迎冰刀哥，欢迎我们冰刀哥。我们现在需要补票，我们榜十打的，现在打的是榜十。我们现在打的是榜十，我们现在打的是榜十。后来我们还差一个榜，我们差一个榜。冰刀哥可以帮忙占一个榜十吗？冰刀哥。我们差一个榜十，我们差一个榜十。冰刀哥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还不是时候，来的太好了，来的太好了，就差一个榜十，就差一个榜十。欢迎甜心爱你，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，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。戴个耳机，家人们，稍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两分钟。对面现在榜八是199啊，对面榜八是199，对面的榜八是199。咱们有热气球的，我们占热气球；我们有暖小手的，咱们赚了暖小手。
冰刀哥可以帮忙占一个热气球或者暖小手吗？欢迎阿航哥，欢迎阿航哥，欢迎8M98，我们还差一个榜，家们，我们还差一个榜，目前还差一个榜，还差一个榜，咱们这不是一个大榜，我希望咱们小榜我们可以就是可以帮忙一起搭搭手，一起搭搭手，好不好？我们还差一个榜，我们还差一个榜，嗯，答应今天不唱歌，我唱歌的时候肯定不挑你在的时候。你不在的时候我唱歌，你在的时候我不唱歌。谢冰刀哥的小手，谢冰刀哥，感谢冰刀哥。好，我们现在站齐了，我们现在目前站齐了，他们家也站齐了，但我不知道他们家补不补，听一下。不是这样，感谢我平安姐，咱们刚才上你话筒的哥哥姐姐们能帮小鱼站，再站一个咱们就再送一个。他们可能是两个礼花筒站榜，他们是两个礼花筒站榜，那我们这一局的话，从幺二哥和多多还有强强，可能你们三要补。等用幺二哥、多多还有强强，你们需要补。开玩笑，你多唱蛮好玩的。冰刀哥，我等会儿送你一个改编过的歌曲，你会觉得更好玩。幺二哥和多多还有强强，你们需要补到500票，你们看能不能补到500票？你们看能不能补到500票？谢谢我们幺二哥，感谢我们幺二哥。咱们能补到500票，咱们补到500票。强强，强强，就差你了，强强。还差，咱们要补到500票，强强就差你了。谢我们强强，感谢我们强强，谢我们关关，感谢我们关关。但是我看他们这个造势哈，12345，他们榜五是520，榜六是520，他们榜六是520。还有40秒。哎呀，他家补到500票了，补到500，他家现在已经补到500票了，家人们，咱家还能补吗？啊，实在补不了就别补了。可能他们是要补到520，可能他们需要补到520。多多和强强注意哦，多多和强强注意哦，多多和强强你们俩要注意，多多和强强你们要注意。他们现在榜六是520，然后最后四个榜目前没有动，但是不知道最后对不动。多多和强强，多多和强强注意，多多和强强注意注意，毋庸置疑，咱们拿下，欢呼吧，雀跃吧。一条鱼，这叫年年有余，祝咱们榜上的大哥们年年吃条鱼。感谢天，感谢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帮助我的大哥小弟，心存感激，谢谢帮忙占榜的小八，谢谢我们一毛，谢谢我们关关，谢谢我们来哥，谢谢我们好色哥，谢谢我们小猫，谢谢我们一二哥，谢谢我们多多，谢谢我们强强，谢谢我们冰刀哥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，辛苦啦，我们的这个力量还是挺好的哈。咱们我说小榜十是不是小榜十吗？是不是小榜十吗？对吧？相信我啊。Hello， 宝驴老板，那不水里话筒能赢吗？那我家都没上，那不是看到你们家都520占榜，那我怕了吗？就一个520，俩，就是呀，不然我跟你说，就他们都老恼了个，我说咱再 low 一点儿，不然的话他们家520占榜，你看我们家199咋办呢？没差多少票，咱俩就差一步之遥。对，就一步之遥。我这个电脑没有爆炸头吧？那你来一个那个胡子呗，胡子呗。我看看啊，这个、这个行不行？这个。胡子要胡子，有胡子吧，大胡子的。看看啊、嗯。大胡子是哪？这个。这个。哎，这个。OK， 来一个玲珑塔是不是？对。好好好好好。
来一个，我要喊麦了，家人们啊，喊麦了，表演活的时间。玲珑塔，玲珑塔塔，时间刚好，谁到他刚进来就结束了。来吧，咱们小巴掌拍起来，家人们，一首《玲珑塔》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两个直播间里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祝愿大家玩的开心，玩的快乐，好看吗，姐？不用，我用双手。高高山上一老僧，那么深山那头几千层，若问老师个名灯脉，曾记得黄河九丈青，五百年前登一登，这个一共四千五百冬。老师说呢，八个徒弟，八个徒弟有法名，大徒名叫青头愣，这个二徒名叫愣头青，三徒名叫僧三点，这个四徒名叫点三僧，五徒名叫崩墩霸，这个六徒名叫霸墩崩，七徒名叫风随化，这个八徒名叫化随风。青灯愣打会打青，这个愣头青打会撞钟，僧三点会吹管，点三僧打会捧声，崩墩霸这个会打鼓，这个霸墩崩的去念经，风随化这个会扫地，这个化随风的去点灯。老少叫他们换一换，这个想要换来万不能，老秀一见有老戏，这个要打徒弟整八名，眼看着徒弟要挨打，这个外面来了云游僧，告诉了僧人十三位，这个一起后面数玲珑，玲珑塔这个塔玲珑，这个一层一层高的四条腿，这个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伯一口磬，这个一个木子一盏灯，一个金钟整四两个，放了一挂小花愣，这个玲珑塔这个塔玲珑，这个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的啥条腿，这个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饶伯三口磬，这个三个木子三盏灯，三个金钟十二两个，放了一挂小花愣，玲珑塔这个塔玲珑，这个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的二条腿，这个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饶伯五口磬，这个五个木鱼僧五盏灯，五个金球二十两个，放二一挂小花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这个玲珑宝塔第七层，这个七张高的二条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饶伯七口磬，这个七个木子七盏灯，七个金钟二十八两个，放二一挂小花灯。叫玲珑塔这个塔玲珑，叫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的三条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这个九个饶伯九口磬，这个九个木子九盏灯，这我金钟三十六两个，放那一挂小花灯。好，喊到这儿吧啊！不耽误你们家太多的时间。不，挺有气氛的，挺有气氛的。我也想喊那个塔玲珑，但我说不乱，说不转，啊、我说不转，我说不转。嗯，就是我就得去练一下这个调整，你这个就是太绕口了。对，这个它其实它这个就是一个绕口令嘛，它就属于是啊，就绕口令。但是我对唱跳唱惊雷我还能唱，但是唱这个我觉得说不转。惊雷也挺难的，惊雷那个其实也挺快、啊、是吧？是吧？欢迎重新来过，我们下次再玩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对所有哥哥姐们的祝福啊，谢谢，下次再玩，拜拜。来，给冰道哥来一首改编歌曲，冰道哥，你听了我的改编歌曲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我们家人们的那个打榜，谢谢我们家人们帮忙打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就是在这个时分帮西西一起搂一波榜十，我们就是说，在我们有条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打大榜十，在没条件的时候，我们就打小榜十，小榜十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终极力量的时候，我就希望大家一起搭把手，加个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一首什么呢？来一首什么呢？小八，你不会挂机了吧？小八，我看一下哈，给我们，你们说给那个冰刀哥搞个什么呢？给冰刀哥搞一个，让我瞧一瞧哈，《狼的诱惑》吧。冰刀哥，给你搞个《狼的诱惑》好不？哎，《狼的诱惑》。冰刀哥说来个团结就是命令。团结就是力量啊，那我改不了，那我改不了，我没放歌曲，我听得到你说话。哎，我说了一遍，你没理我。你说话他们都能听到。等一下哈，你先听完我唱这个歌，我再给你唱个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好不好？你先听一下《狼的诱惑》，这个是我的出名拿手曲呢。改编哪首曲？娘的，小心哦，我来了。冰刀哥，
将最美的花火在抖音中漂泊，你最后为我停留，曾经迷失风雨中，你爱上了寂寞，遥望夜的星斗，相信了所有。我给你唱新歌啊，不对，还没到，你要听的歌最后为我停留，离开多少风雨后，你决定守护我，陪伴我的成长，你开心了所有。视频大哥的诱惑，我唱起了情歌，看西西的直播，有美丽的景色，视频大哥给的快乐，看特效只给我。跑车，谢谢冰刀哥的花花，我猫猫给了我跑车，谢谢我猫猫的跑车。好，咱们唱一首冰刀哥刚刚点的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哎，这首歌能唱吗？可以唱吗？可以唱哈，好，这首歌可以唱哈，这首歌确定是可以唱的哈。啊？这么正能量的歌有什么？冰糖哥，我等会再给你改编一个，你觉得这首歌满意吗？要是不满意，我等会再给你改编一个。别，自家人不唱了，咱休息。这个好吧，这不是我唱的，是吧？等会儿没时间看了，你等会儿你挂在那儿嘛，我喊你的时候你就出现嘛，是不是？你挂的时候我喊你。我还有一首歌呢，我还有一首歌叫做叫做那个那个，我看一下哈，不能看了，看了就没办法干活了。哎呀，我想一下哈，我再给冰刀哥整个什么呢？再给冰刀哥整一个什么呢？再给冰刀哥整一个，让我瞧一瞧，看一看。只给你唱两首，咱不唱多了。介于刚刚那首，我觉得反响挺好的，所以说我再给你唱一首，不整了，不整了。
个舞吧，好不好？那我跳个舞吧。你不整，你不想让我整，那我跳个舞吧。接下来我的票由猫猫赞助，是吗？怎么样？代表我哋所有嘅 Beyond 嘅歌迷，送上呢份。好，想看跳舞哈？好。那跳舞的中间能唱一首不？就比如说我来点剧情性的，就是我先唱，然后呢我再跳，就是那种剧情性的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可以哈。好，来一首《三寸天堂》。领导哥，猫猫，死去就是一年，你会想我吗？你会在那山顶上思念我吗？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，让悲伤无法上演，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，由不得我拒绝。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，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，木兰香遮不住伤，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这里不敢走下去，让悲伤无法上演，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，由不得我拒绝。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，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，木兰香遮不住伤，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，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，那天当时我爱
谢谢冰刀哥，感谢我冰刀哥，可以吧？剧情性的是可以的吧？在几天战火，这一次我不再闪躲，只为了却这因果。我曾奔走江山，你怎么猫猫？怎么猫猫不给我气氛呢？这不应该呀、啊！这刚刚不是喊了猫猫吗？我曾挥师随我南下驰骋天下斩罗刹，三军阵前战旗高挂，这一生我何曾怕，出兵再把敌军讨伐，随我坚持这天涯，这一生我不做豪侠，肝胆相照斩刀法。我再咋了，这节目表演完了，你这不是应该当气氛组吗？你看冰刀哥都当气氛组了，你这不是应该当个气氛组吗？招商合伙在他江湖定桥，再次斩宏图，南横一生志在天地，八面威风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学了一个新的喊麦，但是由于你们确实不想听我的话，我就不喊了。好，小八，你也这个心都掏给你了。你的心值一毛钱呐、啊！小八，你既然好，是不是该画个礼花筒啊？刚才有没有觉得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的这个歌曲还是唱的挺不错的？我学的天官歌，哈哈哈。好的不学，你净学这些。好的不学，你净学这些。哎，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听风的声音啊？听风，听风的声音，听风的声音。温室小的龙源。啥时候来了个小思思？小思思是小姐姐吗？小思思是小姐姐吗？我一个人走过墨尔本的秋天，承诺早就已经撕成了碎片，那模糊的背影搭在肩上。走，是的。你好呀，又来了个小姐姐呢，又来个小姐姐呢，啊，又来了个小姐姐呢。昨天不知道吃啥拉肚子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到时候还会拉肚子。你要是来吃火锅，你绝对还会拉肚子，你相信我，你还会长痔疮。我先提醒你啊，你还会长痔疮，你相信我吗？哎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手啊？或者就是说，你们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名字啊？就是你们。就是一直以来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歌手，或者你们单曲循环最久的一首歌是什么？我来贴。恭喜老生气姐，我不想喊老公，他名字叫老公。体面，哎，体面挺伤感的耶，小镇姑娘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你唱的那么骄傲，我听着睡觉，听着起床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，长老？生日快乐，是陈奕迅的生日快乐吗？难道小八你今天生日吗？冰刀哥呢？冰刀哥有没有啊？你不会你今天生日吧？但是今天是冯叔的生日，冯叔应该这会儿在做饭吧，他今天比较忙。冯叔现在是不是在忙啊？你猜，难道你今天跟冯叔一天的生日啊？不是吧，乱说，你农历三月八号的，还我猜，我就看不看不说话，你们随意。巧克力来了吗？巧克力终于来了，巧克力罚款。
巧克力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记得告诉过你，对啊，农历三月八号啊，今天是农历三月八号吗？我哪天过生日我不知道。看嘛，我生日他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天天讲的。说实话，我还给你讲了，我说我生日要请要休假。说实话，我爸的生日我都不知道。我爸的生日我都不知道，我爷爷的生日我也不知道。我都是让我妈提醒我。扎心，这个问题怎么问得出口？我先退了，你先退什么啊？退什么啊？巧克力才来，你要帮我，你要帮我那个，你要帮我让巧克力罚款。要过年了，等会儿要去做席，你们要吃席是不？不行不行，说的多兜的都去得快，我要克制。冰刀哥啊，说一说嘛。冰刀哥啊，欧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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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言多必失，快了一个月了。电将是几月份来着？电将，我不知道。今天幺舅生日，对，幺舅今天生日，但幺舅他今天应该比较忙，他应该会做什么老多菜了。他说他要做，他自己做菜，自己做菜，然后请人来吃饭。所以说他说他生日感觉像是他还累得慌。怎么突然觉得他欧巴唱的手，和我说说话啊！我过农历。拉面么？拉面个酒哟！给我说说话了！你们两个人真的是，还过两个生日。巧克力罚款，你来晚了罚款，你来晚了罚款。这个是不是喊的就挺带劲儿的哈？挺带劲儿的哈。这样红包有两份，昨天请假了，昨天我不知道你请假了，我什么时候知道你请假了？我从始至终我不知道你请假了。我从始至终不知道你请假，是他们告诉我的。请假请在我这里请假，我从始至终都不知道你请假了，你还给我说你请假了。所以说罚款吧，来吧，罚个什么呢？这样子吧，你上麦，我们玩个游戏。如果说呢，你输了，罚一个飞机。如果你赢了呢，我给你一个亲亲，怎么样？来不来，巧克力？如果说你不上来的话，你就发火箭，你选择一下。你选择一下。欢迎小龙虾哥。如果你输了，欢迎唐门哥，欢迎唐门哥。不是一比三吗？我输飞机，你输火箭，谁给你一比三呢？你想一下，我现在的音浪是你们给我的音浪除以二，再还要扣30%。你要晓得哟，我现在是要给税哟。现在我挣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要给30%的税哦。
所以说我可不挣钱的哟。所以说呢，这么算你晓不晓得？如果说你不来的玩这个游戏呢，你就罚款一个火箭。如果你玩这个游戏呢，你就罚一个，你就给我一，如果你赢了，如果你输了，你给我一个飞机。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一个亲亲。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来，你想一想，什么游戏？猜数字，一到一百，我手上写数字，你猜，猜中你赢，猜不中你输。五次机会，五次机会，来不来？一到一百，我写数字，写到这儿不动。好，猜一百次，我给你猜一百次，猜屁的一百次，给你猜一百次，你逗我呢？五次，给你五次机会哦，给你五次机会，猜中你就赢，猜少猜错你就输，20%的概率。快，要不然你就直接损失一个火箭，你选择一下。巧克力，我帮你带完。你要不你选择一下，你选择一下。那猜99次可以吗？王宇哥，你可想的真好。来不来？来不来？快，巧克力来不来？你不来你直接罚款了。以后请假请在我这里请假啊，不能在群里面请假，因为我很少看群。拉他，来，我们拉他。拉他，他人呢？怎么拉他呀？你拉一下他，拉他，拉他，快拉他一下，拉他一下。快上来。上来了吗？哎，来开会呢，我这天会见休息就十几分钟了，你快点。好，就两分钟，来，我写好了啊。好，开始，我写到这儿都不动了啊。五次机会，一到一百，开始。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50，错，50到100，75，50到75，63，63到75，还有几次啊？还有两次。他在算概率。71。你确定？给你一次机会。我确定。我的飞机。你没拿命。我什么时候运气这么差了？哎，给他送，等一下，给你送。哎，为啥你受不了呢？等一下啊。哎，给他送不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设置一下。哦，设置了。还有游戏。给他送个亲亲。今天咋不在线呢？哎，青青在哪儿去了？哪个人在线？玩这个游戏好像不过一样。找不到青青，你找一下青青呢？弄巧成拙了 ，BBQ 了。笑，你还笑？没有青青，送个纸鹤吧。送纸鹤吧，没有青青。好，送你了。谢谢老板。
阿西，哎呀，我这都没赢过，开个会还能收工资了。再来一次，巧克力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啊？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一次机会。嗯。好，再来一次。我一定不让你撤走。哼，这一局就是跑车局，不要，就是不要那个局了，就是不要火箭了啊，不要那个飞机了，就跑车就好了。好。他是个高手，我要想一下。我们俩一样的啊，我输了给你跑车，你输了给我跑车。好，写好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这次比较偏。快，我自己会。我要换个思路。好。30。30到100。30到100，哎呀，等于浪费一次机会。65。30到65。47。30到47。30、47。39。39到47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我要赢啊！我第一个30选错了，39到47是吧？嗯。兄弟们，给个招，蒙一个。39到47。40不可能，44不可能，46不可能，42、43、45，41、42、43、45，40、02。永夜哥不会44吧？懵了啊，43。确定？确定吧。确定。哎呀，懵了，给你个跑车，44，真44啊！好了，算了，永夜哥厉害，我还是破个44呢。好了，开心，好，再见了啊！开心，好嘞，开心了。走了啊！好嘞，拜拜。你赢了就开心，就让你开心。啦啦啦啦！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就是巧克力，他这么聪明的话，他应该不会猜我会写同样的数字，我就写了同样的数字。还有没有要玩的？关关要玩吗？哼，关关要玩吗？香巧克力啊！天官来吗？巧克力又要去挣跑车去了。玩不起太贵，小巴哪儿贵了？啊，巧克力给我两个保时捷啊！哇，巧克力，你给我这么多呢？巧克力，呀！哇，
乔老板接电话了，乔老板，乔老板这三个字早已立下红图字，那一年那一日，傲视天下再展翅，名满天下一声豪骂，乔老板他最澎湃，记住这是他的时代，扎一声他不会败，我的男神这个名号陪你狂呀陪你笑，万千迷妹为你骄傲，我要让你们都知道。乔老板牛逼，乔老板。另一个是搭的，第一局的医药费哦，还给医药，还新给医药费呢，啊，乔老板你还新给医药费呢，那多不好意思呢。乔老板那多不好意思呢，乔老板，给我爸的口红了，来，我嘴巴改了，没得口红了。还有可和啊，还有没人要玩的，还有人要玩的，冰刀哥玩吗，冰刀哥玩吗，美女把乔老板夸一夸，我们的那个就到家，小猫玩吗，猫猫玩吗，谢谢你们禾苗的关注，感谢禾苗的关注。It's me， 冰刀哥来吗？冰刀哥没有亲亲局，我在路上走了，就不玩了。你在路上玩吗？你在路上玩吗？天官来吗？天官来吗？天官来玩吗？写一个人的人体部位猜十次，唐梦哥要跟我玩是不是？写一个人的人体部位，部位有分几种啊？部位分几种啊？头部、腰部、头部，哎，分几个部位呀、啊？我们分几个部位？可以玩这个，但是十次有点太多了吧？这十次有点多了吧？一共有多少个部位啊？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不都是吗？眼部、头部、嘴部、心肝脾肺脏，不能说皮毛、脚皮之类的。那是多少个部位啊？除非有，我看一下哈，你要拆十，只能拆。如果样数太少的话，你拆十次有点太多了。我先告退了。哎，樱花上来啦。樱花要跟我玩吗？樱花要跟我玩吗？已经点到了吧？我也觉得他应该点到的。上班呢？樱花你怎么上来了？你怎么上来的了呀？那我把你抱下去了，我把蛋抱下去了。他应该点到了。好，他点到了，他肯定是点到的。我们家这几个小姐姐，一般都比较羞涩的，都是害羞的，不可能是这样子的。说出100种可能。唐梦哥，你先给我说有多少种，除非有个30-40种，我们可以猜10次。30-40种也少了，我想30-40种也不行，太少了，起码有100种，那但我太吃亏了，我太吃亏了。你看我们猜0-100都猜了，都猜了五次。我也很害羞的，你哪里害羞了？那我们就不玩这个了啊！我把这个去关闭了啊，把这个关闭了。大哥就没有敢猜的吗？那不你来，屯你的人。我要玩史蒂仔牙齿，不给你玩史蒂仔牙齿，你想玩就玩了。那你先说筹码，你要想着我哦，你要想着我，你要你的，我看一下哈。肯定得，我肯定得多一点，你得少一点。
小星星一个，不跟你玩，谁跟你玩呢？再跟不跟你玩，你小星星呢？还小星星呢？小星星，你看一下，一个小星星一毛钱，再减去，除去，再除以二，然后再给还再给30%，你说我几毛钱？那不都是要喊价的吗？那就直接来火箭，我要薅老弟火箭，我要薅老弟火箭。今天本来是给那啥的，给那个巧克力是火箭的，没把巧克力给火箭的弄出来。你银行两位数，对，很顺口。屯里哥哥好辛苦，一年赚钱3500，兜兜摸摸兜里实在没有。屯里的哥哥，你就是你真顺口，你能给我多写一点你的那个顺口溜吗？你可以多给我写点你的顺口溜吗，屯里的哥哥？啊，冯叔是挂机吗？冯叔今天有点忙，不管他，他今天有点忙，他今天是寿星。冯叔今天是寿星，就不管他了，他今天是寿星，他肯定在忙，他今天就是他们家里面人来吃饭，他要做饭呢。这个麦要加吗？ Hello， 阿西。Hello， 小爱。咱们可不可以玩一把点赞和助力人数？点赞这一会儿，你们点到，你们是才开播吗？你是？我44000现在。不，我说你开多久了？开播？我刚开半小时。那你可能点得上去，我都开了两个半小时了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点上去。那咱们助力人数，助力人数可以打什么助力人数？棒棒糖助力人数加总票，加总，对，然后加个双尾。好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那咱们管理设置一下呗。我们玩什么呢？你说，咱们都跳舞的，咱们，那么都跳舞的，那么咱们就输了唱歌吧。这是对家人最大的惩罚。对呀、啊，对。这样子吧，玩点有趣的呗，我觉得。你说。我看一下哈，输了的话，输了的话，那咱们等一下定好了都可以，反正只要绿色正能量都可以。你能就是在地上用屁股走路，不用手，然后转围着转圈圈吗？可以不？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是绿色正能量，我都 OK。那肯定绿色正能量，我从来都是绿色正能量。好嘞，那我们发你设置好了吗？你把人清零了吗？现在应该有两个人送了，那我减去两个。好嘞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这边设置好没？设置好了哈。好嘞，那我们就发起，你发。好嘞，闭麦了啊。好，来，棒棒糖助力呀、一人一个棒棒糖，一人一个棒棒糖，一人一个棒棒糖，棒棒糖助力，我来写一个啊，棒棒糖助力，来，棒棒糖助力，一人一个棒棒糖，加吗？一人一个棒棒糖。咱们流浪哥不要送啤酒，我们送棒棒糖，送棒棒糖。来，今天的助力局没打过，今天我们没打过助力局，我们今天没打过助力局，我们需要大家助力我们的助力的棒棒糖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打的是助力人数，打的是助力人数，棒棒糖助力人数，家人们，棒棒糖助力人数。